这点眼药水还有点睁不开眼的感觉。看以前他皮之前也小小了，他昨天已经肿可厉害了，应该就脏得很，进眼里边了，感觉眼手可惨了，感觉。外边那点儿跟少了一样，掉皮了是吧？干皮。给你买好吃的行吗？他在装吃的。有点严重的缺乏营养。给你买好吃的行吗？你看脖子，几个肉能握住吗？明天你要多瘦。没事，你看肚子，除了啥时候瘦？除了骨头这个皮了。等我一下啊，我去给你弄，我给你弄好吃的。这就想吃了，不挤啊，不挤。呀，不动。应该太挤了，吃的呀。哎，你看，你看饿的，你看饿的。慢点喝，别急啊！慢点喝，慢点喝。你要饿的，他之前可能都没喝过这个，亏了都给舔干净。你看把亏都给舔干净了。喝完啦？你看他急的，他也想吃。好吃吧？那么快就吃完了？等会儿，给你拌拌，你再吃啊。偷这一道是看得像封封上的呀，像把哦，像把，对，吃完吗？没吃完。你那一盆都让他吃了吧？还喝口水吧？不喝，好吧？不喝了。你亲亲耳朵，亲亲身上。时间了，
它里边耳朵里边有毛是吧？对。嗯，就给你清完你就舒服了。你有点脏的。都别动。好了。很享受。好了好了好了啊。换这个耳朵行吗？好了，好了，你看耳朵里，这都是成果。等下把衣服脱了啊！咱身上看还有那种小背点的，那都是虫卵。嗯，这个直接从下边脱的那衣服。过来这衣服上面有它的味儿。你看他身上这背点洗好几回了都。昨天给洗两回。嗯。剃毛就是没剃毛之前给他洗了一会儿。剃完毛之后又给他洗一会儿。身上可多虫了，虫子还有乱动的，还有了。嗯，它在外边时间太长了。是的。不是特别的滴出来。